原来那个，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过压产品，其实过压成那个 TVS 压缅电阻 TSS。其实我有一点告诉你 ，TV 这个气，接下来讲气方管，气方管它不是半导体原理了，它这个跟那个 TSS 一种开关管，开关管什么概念？它其实这样一个电路，我装在这里，它其实都等同于。一个开关 K， 就等于这个开 K 开关，所以有这个概念了，再讲这个气体方电管就比较容易了。这里我们大概预计花个四十分钟。气体放电管它这个工作原理是气体通过这个间隙放电，当放电两极之间施加一定电压的时候，它在极间的产生不均匀的电场。在此电场中呀，管内空气开始游离，当外加电压增加到使极间的场超过气体方绝缘长度的时候，两极之间的间隙被将击穿，由原来的绝缘状态转化为导电状态，导电状两极之后电压维持在放电幅所决定的常压水平，这样的常压都很低很低。那气体方电管一般都是跟光能发的并联在线上，那这个是它的基本工作原理。那气体方电管呢，我先把这个内部结构，我先把内部结构工作原理给大家讲一下。它有带三个，有这个这样是一个电，这边是这个是电极，这个、电极，这个是腔体，这个是两极的，这个、是两极的，这个是电极，这是电极，这里面是有涂电子粉，这两边是腔体。那它的刚才我们说听这里看到了，这它是怎么回事？当你这个地方，我假如在这个位置啊，两个极的加比较容易，这个地方加一个电压，这个地方加个电压，那超过它的阀值，它这个就会工作，低于这个阀值它是不工作的。那这个三个角的就等于把两个。这里分把它一剖开，这里一个，这里有一个。那这个气体方电管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等我们会讲到，这个是就电离的电子运动，热运动会产生热，这里会放一个吸块，假如这力一热，它一融的话，它就粘在这里，这两边短路起来，对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等我们讲电路就可以知道。好，它首先我们讲这个它气方管的一个优点，它是通流量很大很大。我们所说的它是一个开关管，它不存在前位的，所以它只有有多少腔底，有多大的体积，它就能泄放多少电流，热电流很小，因为它是顾名思义气体放电管。discharge tab 就气体放电管，是用气体放电的一种管子。它响应速度，直接看哈，它也是每秒级10^-60，动作电压精确度比较低，跟气方电管有点类似，有锈流现象。这个问题我会重点在这里给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是用于初保护，初级保护，这个原先是叫防雷管。叫防雷管是就是那一这个在百度你搜不到了哈，这个在哪一年这个美国这个什么美国那个高压锅的爆炸，那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不炸了一个高压锅爆炸了是吧，那个百度进包网上都基本搜不到防雷管这三个字了，就本来是叫防雷二极管还是气体放电管的，叫防雷管，现在不给都查不到了，所以现在都改成叫气体放电管，还叫离子放电管。离子放电管，这个防雷管扯不到，防雷管把这最主要设计的是搞防雷用的，被和谐掉了这个字，又叫做离子放电管。那它这个特性，还有一种，其实同样用惰性气体，还有一种玻璃，
拿着玻璃的这两个字，你肯定有想，那这种是什么？这叫陶瓷。陶瓷风铃管，它两边的垫，这边垫这种材料是陶瓷做腔体的陶瓷风铃管。它假如把这个 外面的腔体改成玻璃，它叫玻璃风铃管，都一样，同样原理不原理是一样的。同时响应速度是有那个，它玻璃风铃管比那个快，比这个气体风铃管快，但是玻璃风铃管已经不怎么用了，等这里我都不介绍，因为等我再简单的介绍，就说一下为什么不怎么用。它就通流量比陶瓷小，其直流电压分散性比较大。因为那个这种用陶瓷，陶瓷好控制，玻璃其实玻璃有个什么特性，玻璃能漏气，也容易不容易去控制它的那个性能。那这个选型的话我们到后面再就谈。这是一个气体风铃管，在 EMC 里面，我们刚才看到这标准里面，像17626啊，点五啊，点五主要是点五，点五的浪涌里面放方雷里面要用的很多这种气体风铃管，因为一打呢，你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通流量很大，有10000安的，10000安，有20000安的，可以达到4万伏、5万伏都可以，因为都气体就有自己这个玻璃，那陶瓷气体风管就那这个气体风铃管就有这个特性。还有这个电路为什么？这是安规的推荐电路。安规推荐电路要这样弄，但我会讲为什么是这样弄的。哦，这个过了，那行。那首先，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产品的这个工作原理。好，首先我把这个整体的工作原理给大家讲一下。那现在我们拿个两极的出来，这是一个电极，这是一个电极，两边。那这里是陶瓷，那这边给个电压，给电压，没，那这个是标准电极。那电极边变电极的中间，这里是涂了电子粉，涂电子粉之后，这在边上会画它黑，会这。这两边呢，这个这边上会发一圈一圈这个碳线，这各家的工艺不一样，有的它这碳线是有目的是就让它这个那个动工作的时候，这个性能会更好一点。那当你加电压，假如我这个这里面是电离粉涂料，涂好之后，这里面是不是空气？是空气，空气呢有什么？有杂空气，你我们这普通空气里面有氧嘛，有二氧化碳嘛，这个是不干净，其实不干净的，不容易不易有燃烧，不易有这个电离游离的。那这里有一道工序，会把这个空气抽掉，变成真空，真空完了之后再冲入惰性气体，冲进去惰性气体有利由这个那个这两边的电极电离。当我加了一个，假如这个我两边的间隙刚好满90伏工作，那我在90伏以下，我这个是不会电离的。超过电90伏，那我这个这里惰性气体，那这个电子束就会电离，电离在这个空气这个里面就会不停的去热运动，循环运动，运动的话，这个电荷那电荷就会形成肥肉，先肥肉就起到了开关的作用。一再超过电压，我这电离一电离热运动马上转起来就形成一个回路。那在电路里面，我这里有一个气风管，这是个 D， 这假如是实际大 D 也好 PED。那我这里在正常参考可能只有20伏，那都90伏。我前面假如打雷，砰打一个雷过来，这里是5000伏，5000伏检测到了，它检测超过90伏了，我马上这个电离电子粉电离
形成电子束，就把你这个电荷就泄到地底去了。一泄到地底去，这后面马上就没有电压，复位，一复位它就起到了保护这后面的作用，就这种原理，工作原理，能明白吗？那基本上就是靠电离，靠这个惰性机理让它电离。那你们刚才看听到一个问题，我要抽真空，又要加惰性气体，那这里有个缺陷问题，你这里密封，跟陶瓷的密封，时间长度会漏气的，一定会漏气，因为你密封做不了，你抽完真空之后，你在这大气压下面，你里面有惰性气体，它逐渐的会往外漏，因为里面的空气把空气渗透进，它这个性能就会。这个阀这个90伏咚咚咚变150啊200啊越一年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这里面也滋生了一个赚钱的方法，一个路子。应该在3-5年前，在慈溪，这种我们家里配线那个路边的配线盒啊，光纤盒子，包括那个广播盒子，用很多这种做防雷，它就夹在那里，像这种没有焊的。这种没有引线的夹在一个匣子里，那滋生了这个浙江好多老板好聪明，真的好聪明，他就把这个盒子，这种热气你晓得为热气一般要求是2-3年就换下来嘛，把那个防雷排啪啪啪啪全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呢，这个浙江这些老板就很聪明，就把这适应清洗拿了也做正常就卖，因为这种东西热气就把阀子变90伏的，他那热几年变了230伏，要变了600伏，还有气体，还能用，他们又拿着卖给广电，像这里面倒来倒去，现在有些这个买了一些山寨的，这个搞死人的，你这个机制性很差，有的可能热都没有气了，但是现在有些潮汕的有些个别老板，浙江的老板胆子够大，他就专门收这个东西，一年你赚几套房很容易的，只要你找到渠道。电信公司的收出来，那这里就说到这个惰性气体热气导致它的这个会导致它这样工作的一个情况。那气体放电网它这个产品，它其实也分两种型号，有贴片与插件的。就这种器件用的好就好，用的不好也蛮麻烦的。它就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原理，你让它电离之后。电离之后，我们讲一个什么应用上面，稍等，我把它切掉，写不进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电极，电离，它这个，我们说当它导通了之后，你想象一下这个。电机里面的电子粉导通了之后，电荷是一直在热运动的，运动，你不会马上按我们的要求是这开关一关掉，雷机没有了，马上就要恢复过来，是不是？那它现在是这些热运动的电子束，它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马上要断，它不会断，因为它里面有温度，有热量，它还是在循环在跑，有一部分可能被这个电机吸附回来，有一部分还在热运动，热运动呢它。当你又提供一个很小的电流，提供到这里面去，它就会维持它一直在运动。那这样的话，假如你没办法关掉它，那这 PCB 里就可能会烧掉 PCB， 甚至引起火灾。因为你形成回路，你本来是把雷没雷了，我本来说要切掉了，它没切掉，一直在转啊转，一直在循环。那这里面就最典型的一个案例。220正弦波。正弦波，假如我外面装个气放管在电路上，在电路上，当你在正弦波的时候，这个波峰的时候，你选型可能选到这个一般，你这种用600伏的正弦波，你在这个地方有个雷打下来，它叠加在消灭上面，它是不是点亮了？这就让这个开关就开关亮了，点上了。点上了，按理论上我们过零的时候往下跑，这个电离是不是往那边会静止下来？那其实刚刚静止下来的时候，过零的时候，按理论上你要完全静，
但你没到过零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恢复，下一个周期的时候，它又是电压又松，它又没有极性了。你只要有电位差，它就有工作，到下一个周期又赚钱，它这个又点亮了，点亮了下一个周期又溜亮，又点亮，这样导致它一直在亮。所以这个气方管就会一直有锈流的问题。锈流的问题，那锈流问题怎么弄？现在目前，现在这种锈流管的这个，我们看到是正旋波。假如是其他电路呢？假如是一个十二伏的电路呢？十二伏，反正12伏都还容易好一点，就是24伏。假如这是24伏电路，我用个气方管，气方管用不用画圈圈？有 GDT， 那我同样的这盒中是负载，我当惰性器这个前面是12伏的，我这个时候说的12伏还没有说是正旋波哈，就 DC， 24伏，当你24伏你在这个位置上，假如有个干扰信号。有个这个脉冲信号、雷击信号一上来之后，我这个是不是检测到气方管超过它阀值了，它就会导通。导通了之后，你这个 DC 是持久电压，我这持续提加在里面去，它这个就一直会动，一直在动。那有的情况，你看，维持一个电路的这个电荷要运动，它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要有电，第二电离有个电压，要个集穿电压，游离的一个游离集穿电压，集穿电压，还有一个是 I 维持的电流。那从这两条来看，第一个维持电压肯定是够的，我们24伏。让它，因为它工作完之后，基本上在锈流电压基本上10伏就可以让它工作。那你要让它的这个维持电流，你要它工作起来了，你可以很小的电流，一般我们认为在50毫安，50毫安以上就可以维持，小于50毫安不能维持它的一直在点亮。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在运动会产生热，我散热的比例跟你产生的热量，假如能抵，反正我散的更快，你这个产生的更少，那我就应该会让你熄火。那其实也是根据 P 的用 I 那个公式来算的，跟用 W 跟用 PT 这个公式来算的，其实一样的道理。那所以说。选这个在 DC 里面，假如维持电流，你 DC 电流在这一个值里面，假如是高于，一般我们认为高于12伏，那个维持电流高于大于500毫安，那50毫安，我就足够让它维持的这个气方管就持续工作。那这是一个锈电流的一个选型的时候注意的一个问题。那气体放电管呢？这个。是那个意乱是，气体放电管这个其实命名方式是蛮简单的，但是在选型我到时候也给先讲一下，它又分两个级的，两 R 的，三 R 是三级的，你两 R 是这样的嘛，带引线是这样，不带引线是这样，这两边是电极，这个搞到焊接就行了，这条三个角的是这样。拿出来做这个，这中间这个拿来做地，再应用。那这假如是切片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两个这样的。那刚才我们有看到一种没有？你先我们讲讲哈，这个两个角的就这样直接加电压，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三个角的，它跟这个是一组，这个。跟这个是一组，这样两组，
那这两组你有，这两组有没有电压？也有电压。你看一下这个腔体就知道，其实这里跟这个可以组成一组，嗯，这里跟这个可以组成一组，其实它这一组跟这一组也是有地 有电压的，也是可以组成电压的。那所以说它就起到保护两路的作用。你看怎么跑掉了，那 这两组的电压值加这两个电压是90伏，这两个地方也是90伏，其实它两个这两端加起来按理来说是应该是180伏，但实际中实际实验过程啊，它两端电压并还没有这个规律，还不是相加。那也有可能150，也可能210，这样一个关系。那所以说你这个三个角的这个这两点之间，假如你这个D没有了，那这两个之间也可以做保护作用的。那就在一些 UL 耐压里面经常会涉及到这一块东西。那这个是有两种封装方式，那它的定那个命名方式其实也是当作常规的，因为等我会再讲这个此外哪些地方场景会用的。像一般型号是2R，像090L，还是2R090M，三个角是3R090L，3R090M，这个 L 是插件 ，L 这个是贴片，这样命名方式的。那2R两个角一看，090九十伏的，这个零那九十伏这里的九十伏是有误差的，因为气体放电管我们刚刚说它的生产工艺是灌惰性气体，涂那个电子粉，那它有一定有误差的。那现在气体放电管的误差，这里写不下了。气体放电管的误差基本是90伏的正负20%，这种误差就做的。那假如是你下限72伏，上限108伏，这样的电压误差在做的。那这里面还有几些工艺这种差异。假如是同样地面还有两后面这个加一个吧，不要就这些。假如是同样你的电压已经看懂了它这个气放管的命名规则的90伏，那2R，那可能有细心的人就会问，你说这个这么大的体积跟这么大的体积，我这个间隙设计的也是90伏，这个也是90伏，那这个通流量肯定会大，是吧？这是在体积上是这个通流量可通过的电流像水管一样嘛，通过费多，那这个怎么通过的少？面积小嘛，那惰性气体也少。那其实这里面呢，有现在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跟工艺有关系，其实有一些工艺现在以前在传统的里面就拼命做大这个体积，现在新的已经不是了。其实有同样的体积，它可能电这个通流量可不可以增加很多？它有效利用有效的面积，这腔体里面，它把有效面积做大，通流量也会增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通流量的问题。那刚才就会问了，哎，你刚才说2R090L 插件的，那我现在目前大家做法是，假如 Φ6 表示6毫米，就 Φ6 6毫米，那就6毫米的大概一个器件，它大概是通过大概多少电流？一般是5000安左右。假如2R090L 乘8毫米，这个能通过10000安，这里又 引出另一个问题来了。这个电流来了，这个5000安跟2000安又是哪里用的呢？我们上午在那个标准
在我们的这个国标17626.5，这里面我们不看到标准上有通雷机通这个标准一级二级，有这表格不是有个表格吗？有一级两级三级，大概是什么4KV，这个是多少 KV 多少 KV， 那这里面有分8个20微秒，这个这是电流波跟中和波还是10共700的，这电压波，那这样的分。那这里面假如是写的4000伏电源里面，这个标准规定4000伏，要4000伏，它那你看中午我们那个在那个标准里讲到它有2欧姆那组，那就是2欧姆，那它的输出的电流是多少？2000安。那我气缸管装在前面去，我假如是2000安的要求，我用5000安的是足够有一个导通嘛，对吧？那就可以用了，能连得起来吧？能连得起来吗？连不起来啊，因为你毕竟还没有研究这个，你应该连那个知道一点吧？那连得起来这两个概念，从这个电流跟这个标准的命，这个标准好像没有听过，可能没很多人没听过哈。算我听，算我听过，算我就讲到这个标准，它有分很多等级的呢。其实我没给，为什么算我那个标准我没套出来电流的原因，就因为这里有电流，我根本听不懂是吧？啊，那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电流就取决于它这里假如防雷能不能过的一个要求，那这是这个标准里面有分电源跟信号，信号里面它有写要过4000伏，4000伏还是多少千伏，那就在这里会出现，是出现这个电流就这里导出来了。那其实很多中兴的有些工程师会摆一刀，他不写这个标准里面的多少千伏，他写多少千安。多少钱？假如写，他说共模，共模3000安，他写共模3000安，那我们就要想了，他假如是电源口，那我就想，电源口大概是2欧姆阻抗，那就6000伏，2欧姆乘以3000安嘛。我要选这电路里面，假如它要防6000万雷击，那我就想3000安，我第一级是不是用气缸管去做？气缸管我是不是要选这个带5000安的？这个比它大的，假如有靠近3000安的也行，但是气缸管有误差，所以不要选，尽量选大一点。这样，这个套到这边来，跟这个电流跟这个电是有关系的，就做雷击方。这防雷的时候就有直接相关关系的。那我们再接下来假如有讲一个这个一个电路呢，这是一个一个气体放电管，这里要先放到地里去。那他说我这里是个一个 ECEUT 就背驰设备，背驰设备，他说这个我这个你帮我生产这个设备要过5000安，这个要这个是一个供电，其他参数一堆这些上面，那我就看到这，我就想这个气缸管我做第一级保护，我必须要满足它的通流，泄放它的通流。假如我这里来，他写了5000安，我只写了2000安的，那我留不完了，留完就从这里分流一部分，那就会打回这个，是这样的原因，会留到后面去，就打回后面的器件。那还有这种，假如实在够大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会损坏这个。那气缸管的这个这里面有几个典型的案例，我讲一下。刚才我们讲了电通流量嘛，选型就那个型号怎么看嘛，讲到这个几安培几安培 ，phi 几 phi 几的，那就是讲到插件。
贴片也其实一样的，就是几多少电流。我们讲下这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是一种通信产品的是这个保护电路，它前面用了一个两个角的气网管，这两个细保护，它就很多引脚线面。